同学们，过年了，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。如果要写年啊，就不能只写年，要用眼睛、耳朵、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。如果你要写年，就不能只写年，要写一场瑞雪落满透明的老街，写孩子的形状，老人的笑脸，将朴素机缘藏进一副春联，写故乡飘满儿时的炊烟，换回谁的童年，写灯笼映暖了不眠的夜，舍不得熄灭。哦，除夕夜月亮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写年就不能只写年，要写站台上一双双期盼的眼，写母亲的眺望，游子的情节，写千里归途想着一处团圆，写滚烫的手掌轻轻交叠，红了谁的眼圈，写重逢的瞬间相互无言，读懂了思念。杯子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，他们碰在一起发出了欢呼。过年爸爸回来了，我说上先不说挂牵，只说好久不见，写奔波的脚步在此刻暂歇，写在彼此身边，写岁月，写告别，写新的起点，写一个明天。如果你要写念